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来照这场圣罗伦佐的比赛，有马老师对阵 Care Bear。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Care Bear 使用索尼克。对，索尼克这个角色大家都知道，风评不太好，但是那毕竟是线上，线下其实线下所以就没关系，但是线上他会一直很卡吧？对，不是他会无限的推。啊，对对对，知道这人。据我所知，这个玩家可以有很多个角色，被我们称为随机哥。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索尼克。我也是，因为之前只是见他用过艾克和其他的一些角色。这帮其实打的其实不分优劣，都差不多。这个逆回的途中没什么亮点，就是索尼克这个确实滚的有点。不过马老师这个飞镖接炸弹爆炸，命中了，确实命中。这个飞镖没有防住，也没想到。索尼克帧数毕竟还是很不错，毕竟是这个游戏里速度最快的角色。但是毕竟没有远程攻击，所以说一般都只能近身，这个也是很麻烦。索尼克把自己当成远程攻击，对对对，空前 A 的第二段在板上击杀了索尼克。109其实不是很好击杀，因为索尼克击杀其实是特别好。一般需要多少索尼克才能够进行击杀？120差不多了。好，现在就是啊，那没有办法了。那个反能回来，马老师控制只能跳，然后被索尼克毒到，也可以空前 A。第二条命的话是有42的优势。哇，太快了，索尼克。啊，快的有一些过分啊，难怪线上那么的让人烦躁。只要你快就快吧，线上有人跪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你归就算了，你还打不过呀。有道理。对。哇，这个还能回来吗？他还能回来吗？他回来了。这个反差太可笑了。除了攻击不了啊，其实他也能攻击，这个宝宝也是有伤害的。但这个硬直好像有点高的样子。还行，对一个上臂而言没什么可说。哇，轰中一个持续的蓄力。哇，这多漂亮！一个横劈打飞炸弹，然后再加一个引爆，他回来了。他又想选择那种方式，这次可能回不来了。哦，那没有办法。他就在墙壁上跌一下，然后再跳，但是好像没有碰到。哇，现在马老师有几乎形成一条命的优势，主要他能回，但他有点浪，其实。哦。可能想玩一些花花的。但是好像并不太适合这样的花式回场。有点掌握的还不是很熟练吧。嗯，有道理。哇，冲一个炸弹先打断了他的 flash， 然后一个爆炸。哎呦，再回一个有点难受了。哦，回不来了。跟我刚才说的，他可以用他的上臂这个弹簧来进行一些伤害判定。其实这位置还可以，马老师直接回不来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方式。确实，毕竟北京玩索尼克的其实目前为止是没有。反正我是没有见过，我也是。89其实随便就能击杀了。哇，漂亮！漂亮！因为速度太快了，跑到炸弹上了吗？不是，他是被马老师空温击飞到炸弹上的。哦，我以为是他跳到那个上边的。哇，这没有抓到，我一个空中的一个攻击。下来没有命中，108，该怎么击杀吗？哇，空中的一个空接，让我们恭喜马老师1-0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。那第二局比赛，马老师胜利开胜，双方依然是选择了同样的地图与同样的角色。这次会不会采取一些战术上的变化呢？感觉是吧？该是打得更加凶了一些。比起上局来说，勇武了一些吧，我觉得。可能他明白，就是慢慢力回跟林克有点难，可能。但是他这样勇武打法对林克有没有优势呢？他的破绽也会很大，只能说看双方的一个猜拳的一个胜负手了。很想用上臂来进行这个攻击，不是很理解这个操作。可能。现在也没有什么缺点，他也攻击不到他。一个命中，等于下次再出来，不太够。后卫空间还能接到吗？没有接到，马老师回来了。哦，对方也会回来的。一个反位长啊，一个
我站在地下晃倒，但马老师没有选择引爆。哇，又没引爆，可能马老师有点没有想到会中吧。可能时间也不够吧。时间我觉得是够的。不要，一个被击杀了。前空位给击杀掉了。马老师来到第二场，不，直接凹了一个好 smash。击杀了混一下的地上，平衡王又。因为有无敌状态的原因吧。对，我们还没有想到呢。百分之十，哎呦，现在双方其实优劣完全一致，完全是展开了拉锯战，并没有说很明显的优势。对，慢慢打吧，靠彼此的体会技巧。索尼克毕竟是偏向于速度型的，所以说可以经常凹吧，就是耗时间之类的。毕竟在这样赛大家也是要点免疫的，所以说可能不会是耗时间这么操作。线下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应该不多吧。线下基本不会有人那个选择规这种索尼克规制的，但是主要原因是因为线上延迟太高，没有办法对索尼克进行有效惩罚。哦，因为索尼克实在太快了，会进行一些吊针对吧。对，但如果是线上的话，如果线下的话，那还是能做到一些有效惩罚的。原来如此。不断骂人，哇，这个打得有点刺激了。现在还是进行着拉锯战，马老师没法做到一个稳定的优势。毕竟对方也是很强的一个存在。Chamber 的这个索尼克玩真是不错，马老师很少有这种，很少见马老师陷入苦战，感觉打得挺势均力敌的。嗯，是。比起来西洛的那一场应该是比较难一点吧。啊，对，然后两个奥特曼是。哦，这一个还能这样回吗？可惜他想用这种方法回场，但是却被一个上臂给拦下来了。那这没有办法了。我索尼克的这个上臂对拦回场比反攻还要更好用。我还可以进行一段伤害。而且这个拦回场，哇，这拦回场太简单了，直接放就行，还有吃力。这次还是进行着拉锯赛。慢慢打吧，看谁先能把对方打到下线。那就是耐心之间的对决了。对，是看谁力回攻击最强。双方都是力回紧张，需要沉住气才行啊。对。哇，肯定是一个太快了，永远选用冲刺麦式来欧洲。哇，他想下 A， 但被太远了，冲不上 A。哦，还能回来。还能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。为啥回不来了？啊，虽然不是很理解，让我们理解马老师1-0，2-0，大家2-0，大家将比赛的胜利，恭喜马老师。